是不是金柳？好的，小帅哥，我们刚出来的炸鸡，你要不要尝一下？叔叔，您不是刚带来我走吗？我们刚出来的炸鸡，你要不要尝一下？不是这一句，是上一句。啊，是小帅哥。来这。好嘞，小帅哥。啊，小帅哥，我们还出来的鸡腿要不要来两个？来两个。小帅哥，我们还有刚出锅的鸡腿肉串，要不要？来一个。我们又来个香鸡串，要不要来一个？有人吗？我都结婚了，快吃了，走吧。呀，再见。呜呼！哎呦，好久不见，你太漂亮了。哎呀，我都30多了，都老了，哈哈。谁说的？一点也看不出来。你姑姑，我还以为是18呢。你的嘴巴真甜，你也看到很少。我这不是胖，是18。哇，怎么带了这么多呀？你不吃吗？看你说我吧，都没怎么吃，我特意给你带的。谢谢你啊，宝贝。老板，那个鸡翅好吃。看看这个鸡翅。认错人了，我不是老板。啊、没错，我才是老板。啊，你个人那个就行了。现在吃多大？甜的呢。我先尝尝，甜不甜？还不错，买点回去给我妈妈吃。再来一口，反正尝尝不花钱。肚子急。23.9。23.5吧，行不行？行。哎呀，叔叔，你再尝一点。哎呀，你真可爱。23，卖不卖？不卖，23.5。这是卖钱。啊，你下次再来啊，下次再来啊。这季节有着无数的热烈，就像是飞鸟对天空不切，又或是我。谢谢。这人间有你才特别，从那么给也是给我的吗？谢谢。路上遇到一只小幼崽，一直盯着我手里的薯条，他伸出小手试图握我肉，答应我要在你爸爸发现之前吃完。不客气。